现在呢，我们会去吃 Vienna 非常有名的萨赫蛋糕。蛋糕。萨赫蛋糕。咖啡的名字叫做，我也忘记了，反正现在就过去。哎，这前面呢？这边 S A C H E R。对。啊？有吧？这一间就是我们要吃的咖啡萨赫，萨赫蛋糕咖啡厅。然后前面要等位置，非常多人。哎，这么多人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印证到它是好吃的。然后我觉得也不算贵啦，来这边还是可以试试看这边著名的东西。我们先等位，然后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就再看要吃什么。然后排队的旁边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去看歌舞剧的国家歌剧院。那我们看的是一个芭蕾舞团的 musical， 所以还蛮期待的。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呢？哇，它这个设计是一个谱架的形状，非常好看。好，不愧是音乐之都维也纳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有什么可以喝呢？有点酸酸的，对，不过它是很普通的巧克力蛋糕。嗯，没错。你看，有点草味。嗯，对，香料草的味道。嗯，它很值得。你怎么找到的 ？Google 啊，维也纳蛋糕，全部都是这个，所以它应该是真的好吃。对啊。那我们蛮幸运的，很快就换我们了。还有可以为了他不吃晚餐没关系，他有这个价值。所以那一杯是什么？有巧克力的话，那个可以。它奶油不会很腻，爽。因为它有点酸酸的，对，清。这样吃起来刚好中和它。对，没错。我刚才在想，如果我又点这个很甜的蛋糕，又点一个很甜的饮料，会不会很腻？那我觉得应该。它是红茶，然后有 Earl Grey， 还有茉莉。这里多好，对，就是满，就是两倍的价钱。可是不是有十二的吗？哦，所以上面是这边会挡住，上面还有人坐。我是想二楼。哦。
新自己的皮啊。好看。管弦乐还有钢琴，但是它的灯光背景是比较素的，所以我觉得第一幕就是有一点庄重庄严的感觉。然后到了第二幕呢，它的灯光有很多变化，然后再搭配钢琴，就它灯光的颜色我觉得很有意思，绿蓝红。那绿色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生机的感觉，蓝色呢 depressed 的那种情绪，所以它的音乐也是用了一种 minor key， 就是听起来没有那么舒服的音乐去做这个表演。然后到红色的时候呢，它就是有种热情激昂感受。好，第三幕我觉得它的音乐很吸引我，有敲击乐，比如说 drum 三角铁、木琴 xylophone 木鱼，所以它的音乐层次是非常丰富的。这也是你要去补偿，你要去10欧元变100万欧元的，这是小概率事件。哎，啊，火车都可以被我坐到坏掉了。这个，所以你，啊，前一天快210欧哦，没有啦，是2.1啦，好悲哦，210欧太高了。24欧就很值得，所以大家来维也纳就是可以来看。